气变得特别好，我要把好心情传染给大家。来，祥燕，传，还要传给启松。好，大把好心情往外传。好心情，好心情。哦，你知道吗？其实好心情是很有感染力的哦。嗯、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好心情传出去，你看最后就会现场一片笑盈盈，大家把好心情举出来。耶、yeah ！所以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感恩给我们好心情的人哦，也要试试看，让别人的心情和你一样变得这么好哦。那我们来看看小恐龙最近又发生什么事呢？这是我们家家呀！哎呀，安娜，我跟你说，我们三个这么厉害啊，就是班上必报比赛哈，我们一定是第一名的啦！嗯，那大家先把准备的东西拿出来吧。啊，好啊。我准备的是剪刀跟色纸。哦。我准备的是色纸。哦，我呢最喜欢画画了，所以啊，我准备的是，哒啦，水彩。好啦，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哎，等一下。组长啊，在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喊一下加油的口号啊？好像很不赖耶。嗯、好啊好，先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嘿，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耶耶，第一名第一名。今天这次你是我们的组长，你来分配工作吧。嗯。嘉豪，你是我们里面最会画画的，你来负责画画，我帮你着色。好啊。嗯，他画画，那我呢？小恐龙，你的手最小了，你来负责剪贴。我不要，我要画画。可是没关系，新梅不能让给小恐龙画好了，我也可以剪贴啊。对嘛对嘛。小恐龙，我们不是要得第一名啊。对呀、啊。那我们要发挥每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好好的分工合作啊。嗯，我不管哦，我就是要画画哦。你们如果不让我画画，要我去剪贴，那我就退出。哦，嗯，哦，原来小恐龙你想要画图啊？对啊，我就要画画了。哦，好好好，那我要问现场小朋友，你觉得刚刚呢这样是小恐龙对的人打圈，觉得是组长对打叉？我看，那是当然我对啦。我看，一、二，啊，小恐龙，加上你只有两个人是打圈的。欸、我先问问看站在你这边的人，来，瑞翔，为什么觉得是小恐龙是对的？因为小恐龙的那个手可以直接靠近给他画，用那个指甲画。哦，你说小恐龙是恐龙，所以它可以特别画的特别厉害，对嘛？那就不要听组长的吗？瑞翔也是这样想，不要管组长意见。嗯，好，我来看其他人的想法是怎样。好，来，修伟，因为要听组长的话。为什么？因为组长就是组长。哦，那你觉得组长刚刚说的那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吗？嗯。怎么说？嗯，因为他们想要得第一名啊。嗯。当然是要那个给比较会画画的人画画。嗯，就这样。哦，是这样。好，心如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要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像小恐龙他的手比较巧，就应该给他剪贴之类的工作。哦，所以你也完成赞成组长的意见就对了。小恐龙，你看，但是你还是觉得你就是想画画。其实老实说，我也觉得组长是没说错的，啊，可是我就很想画画啊，很想画画，对不对？很想画画。哦，好，那我就要问了，也有遇过像小恐龙这样，其实组长有他的意见，可是你就一直有你自己的想法，或是有人是这样的，有过吗？有的遇到过的人请打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打叉。哦，有。好，红叶告诉我是什么事？就是我们要做那个一张图，可是。组长要涂蓝色，我要涂金色。嗯，组长就不给我涂金色，他就涂蓝色。啊，结果呢？你有生气吗？还是你觉得还是要听组长的？嗯，我觉得还是要听组长的。但你有一点气起来，对不对？嗯。忍住了，还是听组长的，气在心里。哦，好，那我来问来冠华呢？就是体育课的时候。嗯，玩那个躲避球，然后体育鼓掌让我排中场，可是我想要排在外场，可是他就不给我排在外场。
你刚刚说组长呢帮你排的工作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刚刚的情绪最接近这里面的哪一个？好，请按。生气，到底在气什么？感觉很不舒服了那样。啊，原因是没照你意思。对。但是你最后有照组长的意思做，还是坚持自己的意思？有照组长的话做。哦，自己很气，很气，很气，都冒烟了，可是还是照组长的意思。对。好，我问大家喽，如果是你，你也会觉得生气的人打圈。嗯。有人不是觉得生气。哦，好好，来，我来问。那还有谁呢？还有谁可能是别的情绪？好，纯爱来试试看，你想要做的事情跟组长跟你说的不一样。好，那你觉得你最可能是里面的哪一个情绪？厌烦。哦，怎么了？有发生过什么事？就是有一次要做美劳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组长就说要涂别的颜色，可是我最后还是照他的话做。哦，但你心里头觉得很烦。又烦又气他，是不是？对。哦，但还是忍住了。哦，好，会和纯爱一样啊，觉得有一点厌烦的人打圈，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哦，十二个人觉得厌烦。哎，有没有人还可能有别的情绪呢？好，我要来问。志祥，你有可能是。哦。你会觉得难过啊？哦，哎，是什么事情？告诉我。就每次啊，组长叫我分配工作的时候，都会叫我做比较难的事，他们都做简单的事，不然就做比较恶心的事。那一种恶心还要讨厌事情都叫你做？对。啊，后来怎么办？我忍住了。你还是去做了？就很生气的去做。又生气又难过，而且现在讲到都快哭出来了。哦，好，请坐下。好，如果是你，你也会觉得难过的人打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十四个人觉得难过。哎，不过老师差不多都是这几个情绪，生气啊，或者觉得难过，或者觉得厌烦，都是负向的，但是大家还是忍住了去做。其实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像刚才提到的沟通，比如说我其实觉得为什么组长都要给我难的，可是我要不要把它说出来？那有时候我可能觉得，哎，我想要做我想做的，可是我要不要说出来？可是当我没说，或许对组长来讲，那也许你就是想接受我的指令，我的命令。那同样的，对组长来讲，我能不能说服你？我今天想要让你来剪，我想要让你来画，那我能不能来说服你？那这里的话，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沟通的部分。哎，不过大家觉得？如果都听组长的话，然后听组长的决定，你们觉得有什么好处？因为你们刚刚几乎都觉得组长对嘛。好，谁有想到有什么好处的？要告诉我。哦，有吗？好，请告诉我，来，志祥。如果我听组长的话，做一些那个很不喜欢做、自己很不喜欢做的事，但是很勤劳的话，还可能会被老师说很好。哦，好，还有谁觉得可能有好处？哦，好，辛苦辛苦。有可能会得第一名啊。哦，哦，如果刚刚照组长的意思，不是照小孔的意思的话，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反而赢了就对了。哦，好，谁觉得还有可能有什么好处？修维觉得，如果你是组长，你希望人家听你的吗？希望。为什么？因为我是组长，希望可以人家听我。只是因为你是组长吗？不是。那还有什么原因？听你的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获得第一名或者什么的。哦，结果会照你们想要的那样。老师，真的听这个领导者的决定有这么重要吗？既然他是一个领导者，就表示某个程度我在这一群小朋友里面，我其实是最熟悉每个人的能力。那我可能会去想一个最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最容易达到我们的目标，比如说以画画来讲，我们能够得第一名的，也就听从领导的部分，服从领导的部分，让我们得第一名的机会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们现在好像感觉都知道了要听从这个领导者的决定哦，但是为了让你们的理解更深刻，马上进行动动脑时间。
脑筋转一转，一起玩游戏。好，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图哦，请问你看到了什么？谁要告诉我？那个瓶子好像破掉，然后一只鱼就在那里游来游去。哦，嗯，很有观察力哦。好，再看下一张。哎，你又发现了什么？来，红叶，红叶，我觉得是有一只鱼，然后在游游的时候。在游的时候撞到墙壁哦，他就在游泳，好像快撞到墙壁了，是不是？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图。哎，只有两条鱼吗？还是旁边那个绿色的有好像是珊瑚？哦，一点一点，感觉上像是珊瑚一样。嗯，是吗？还是谁又有了别的观察？瑞翔，我觉得那个被那个小鱼盖住了。是一只金鱼，还有那只小鱼，觉得是那只比目鱼。哦，有小鱼，有金鱼，有比目鱼，然后他们是在一起的。哎，好，再一张，再一张。嗯，所以是怎么回事？有发现了吗？好，心如说，有一个人在带这群鱼游来游去。哦，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刚刚那三条鱼是跟这个人游在一起的，是不是？哦，还有一些小鱼，是不是？对，然后那个人就是领导者，他是一个领导者，跟鱼说来吧来吧，跟我在一起。啊，哦，好，再看下一张。嗯，有发现。好，季贤说，有个人去浮潜，然后。有些鱼就很欢迎它，然后它就在水中把它拍起来，然后回到家把它放在相框里。你的意思是说，说来说去这只是一张照片。好，我再看，我还有一张。嗯，有吗？你有发现了吗？有发现了吗？好，纯安说，纯安说，他把相框挂在他的书房里。对。然后那里面的图是。那里面的图是他带着一群小鱼在游泳。哦，所以从刚刚到现在那么多图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发现？心如，有什么发现？他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怎么说？他从一只鱼，然后变成两只鱼，嗯，然后再变成又有很多只鱼，然后再来有一个人。那越拉越远，你看起来就会越看越多，还是越看越清楚，还是怎么样？越看越多。越拉越远，你就越看越多。嗯。老师，嗯，这个是要让我们练习观察吗？还是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对，这个讯息就像以刚才小恐龙一样，我只看到我自己的能力，就像一个点。嗯，那刚才各位小朋友说的非常的清楚跟仔细，我都有看到不同的鱼。嗯。那。接着慢慢以组长来讲话，我就像站得很远很高，我看的是一个全面的部分。嗯，所以我这时候可能就看到书房里面有一幅画在这上面。哦哦，老师，如果小恐龙他一直坚持他自己要做这件事，嗯，他可能只像一开始的那个图，对，只看到一条鱼或两条鱼而已。这就像我们在森林里面，小恐龙只看到眼前这棵树，这棵树好大，对。但是以组长来讲，他可能看到是整座森林。哦。原来要做一个领导者，要看得远，也要看得深。通常我们只会看眼前的事物，关心自己，但是领导者要把大家的能力、需求等，经过全方位的思考，做出对大家都好的决定，真的很不容易哦。老师，我有问题。嗯，我想请问一下哦，那如果那个组长的话，我自己判断觉得不是很正确的话，那我是不是他的话我都还是要听啊？这里我们在判断组长说的到底合不合理，有几个可以思考的地方。嗯，第一个就是组长所提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要到的目标？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是组长所分配的工作，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公平？嗯，不管是我们所花的时间，还有我们的专长。嗯，比如说有时候我明明不会剪纸，但是你又要叫我来剪纸，我这时候就觉得我会有挫折感。所以以在这里合理的部分，包括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而且我也是一个合理的时间可以去完成。那重点是以我们团体完成这个目标为主。
大家都记住了吗？我们可以从领导者设定的目标是否是团队能力可以达成的，以及领导者分配工作是否公平这两点来判断领导者提出的决定是否合理哦。接着马上出题来考考大家，如果下个月要举行大队接力，你很想跑第一棒，但是体育股长却没有选你，你会怎么办呢？我可能是我跑的没有体育股长不是没有比其他同学还要快，所以我可以再加把练习。那你就会照体育股长的意思吗？好，之前呢你会怎么样？体育股长没有选你跑第一棒，好，那他可能把你排在中间，那你会怎么做？因为平常比赛都是前强的都在前后，对，然后比较弱的都在中间，对。如果我们跑第一棒的话，那后面的有时候会追不上。哦，我懂了。好，那我要问了，来，红叶，我会觉得体育股长的安排是对的。怎么说？因为如果中间的人跑得很慢，后面的人还是可以追上啊。哦，所以你被排在中间，你也觉得没有关系？没有。OK， 那我要问这个看起来跑得很快的，来，修伟，你超想跑第一棒，就体育股长没有排给你。他说：“修伟，你去跑中间好了啦。”你怎么办？没关系啊。怎么说？反正跑中间的应该就会比较轻松，就不用再继续跑走第一个。小恐龙，那如果现在你自己是想跑第一棒的，我是队长说不要，小恐龙，你跑中间，我会先忍下来哦，然后呢，我再想办法跑得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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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那现在要问喽，请问如果你发现这一次呢，这个组长的这个安排跟决定呢，其实不是为了大家好，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哦，好，我问志祥，来，志祥拿着麦克风。志祥，这是十个方法里面，好，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你会说出来，好，告诉我。如果我发觉到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话，我会反对。然后呢？然后跟他说出来。说什么？说那个要考虑到大家的局面。哦，你的眼睛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是一个有智慧的亮晶晶的眼睛。好，很棒。那你坐下。那我问，来，那心如，如果是心如呢？遇到一个感觉好像不是在为大家着想的组长，那你会怎么样？好，来，在这十个方法里面选。没关系。怎么说？因为他如果要这样做就给他这样做，先让他知道一次，下次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那你不会告诉他啊？我会先告诉他，但是你心里头没关系。好，我知道了。好，这也是一个方法。来，我再问，那季贤觉得呢？好，季贤觉得在这十个方法里面，遇到组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行动？你会拒绝啊？怎么说？因为如果不合理的话，大家都会很难过。因为那个，如果他说叫别人去排，如果他跑得很慢，然后故意叫他跑第一个，害我们输的话，这样也是错的。哦，所以你就说我不要听从你的决定。哎，可是这样结局会怎样？如果他是说比较弱的。比较强的排在中间，然后比较弱的就排在前面的话，那这样也是错的，因为要比较强的排在前面，要拉距离。哦，所以你有你的意见，你还可以跟他讨论，是不是这样？哦，那这样也不错。好，那你坐下来。老师，目前提出来的这几个意见，
老师您觉得有没有更高层次的方法来面对这样的状态？就刚才的没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到那个代价，对，也就是说今天对组长来讲，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嗯，那这时候可能好我没关系，但是接下来我的比赛可能就输了，嗯，那也许下次参加的机会就没了，嗯，那同样的拒绝可能也会造成我们不用解决，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提到，我说出来，那说出来的部分，也许我会跟组长去做个约定，哦，做约定是不是？对，哦，做约定这一招，约定什么啊，老师？这里的约定哈，主要是我会把我观察到的。就是既然你是一个组长，你应该是为了我们团体的一个利益，嗯，那我们团体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可是我发现你为了照相，哦，你为了第一棒蹲在那边可以蹲久一点，那你的爸爸妈妈好帮你照相，那你就考第一棒，嗯，我发现你有这个自私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提出来，那这时候我就会跟他做一个约定，我们要选我们这时候我们这一组最会跑，而且要试着让他承诺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我们就约好我们讨论的结果，好，那老师，所以您也是觉得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可是更有智慧一点，要解决问题。有一种说的话，可能只是说我的感受，我的不满，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想要在大队接力跑第一名，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就会让组长，当我们组员之间，我们把这个约定先谈出来。哦，做约定也是一个方法，那所以呢，小恐龙，那重新回到你刚刚最前面的这件事。那我就可以就是跟组长说，这一次呢我就先剪纸，那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可不可以让我画画？这样子也算做约定。好，那我就问现场小朋友了，你们觉得小恐龙如果是跟组长这样回答，你觉得不错打圈？你觉得这样还是不大行？打叉，请放前面就好，应该不错吧，我看看。小恐龙不错耶，大家都觉得不错耶，你总算做出有智慧型了，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一样哦，是在组长的领导之下呢，就好像一艘船，大家往同样的方向前进哦。如果中间啊大家划桨啊还有决定的意志力都一样的话，那就很容易成功哦，而且呢大家一团和气，不是就很开心了吗？所以希望大家试试看哦，缩小自己，服从领导，结局应该会更好哦。祝福大家！耶！江江，我的手真的很巧那我就好好听组长的话，负责剪贴，说不定我们就真的可以得第一名哦，耶！